由 TV33 新西兰华人电视台和爱乐华人合唱团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克兰总领事馆和新中友好协会支持的，并同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合唱团一起为奥克兰的华人朋友们奉献一台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和平之声大型音乐会。本次音乐会由中国旅行社冠名赞助。70年民族从苦难中伟大复兴，15年中旅在新西兰奉献真诚。演出时间8月8号晚上7点 Sky City Theatre 天空城剧场。票价信息等详情请关注 TV33 微信平台 TV33 下划线 NZ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